螃蟹祖传独家的酱料时的秘密啊！准备，啊，这个难开一点的、啊，一。美食约会，那今天呢，将带你来踢爆网络上点阅率第一名的恐怖烧腊店，是不是真的有这么恐怖？还是它只是一间没有实力，然后靠平胸鬼来做噱头的烧腊店？马上让你知道。你们这是干什么、啊？继续拍，没有我的下令不准停息。你们看看，这招牌摇摇欲坠的，要是台风来了，客人又想吃饭，这送命的呀，到底是要来吃叉烧，还是要来送命呢？等一下，事先准备好的就有可能作假。我怎么知道我今天吃的叉烧、烧鸭、油鸡是不是在外面事先买的？喂，我不管啊，在这个行业几十年了吧？啊，行不改名的，做不改姓的吧？哼，我跟你说啊。你说这个杀毒的东西我不会做的吗？嗨，孙先生，虽然呢，我对你啊主持节目那个作风啊不太看好啊，走开。但是呢。你能够访问我们的小店呢，就证明了你的内在呀、实质和外在这个浮夸的完全不同的。就好像我们店啊，外在的普普通通，里面呢、香喷喷的。还有。所以你们这香喷喷的里面，靠的是什么？这香喷喷呢，最主要是这样，现买现做，新鲜的材料，还有。坚持用柴火来烧，这个时间的火候啊，材料啊，时间不好不上桌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这到现在还保持这个香喷喷的。我和你说，我一会带你去个地方，你一定会来。来。管完就是了啊！
是什么地方啊？江老师，对，这个江老师，你来访问我们了啊，就是证明了我们是英雄中英雄。我趁这个机会呢，就请称一下他们影和城，说我们这个鬼什么什么东西，知不知道啊？所以就请你先来这里。其实这个地方呢，除了我，什么人都不能进来的。你们有没有什么秘密啊？只是有呢。这秘密什么鬼？毒牙里的就十全十美了，我跟你说，没有平胸鬼，你们呢就是我几十年里面的那个心血。所以说这扇门后面的就是广记烧腊店美味的秘密所在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个张老师，哎，请移过来，哎，跟着我，跟着我，这张老师呢，里面的内容丰富啊，里面千年不能一遇，百年不能一见，如果能错过的就可以。广师傅，说太长会被剪掉，短一点，短一点啊！那这师姐，其实呢，哇，这是你们不能不看的啊！那你希望你们呢看到以后就上网传出去，就不要再以后看那个什么这。各位观众，反正呢，如果你想要看到我孙无敌的风采，你每一天都不能转台。但今天更特别的是，孙无敌要跟你一起来揭发广记烧腊店在这扇门后面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哎，对对，哎，过来，哎，对啊，对准了，对准插好了，一、二、啊，我好惊啊，无敌，帮我，帮我，小姐，请你不要妨碍录音，好不好？他每个总有事，都要这样的，还要人报警一点，就这样的。哎，下面就是啊，我们广记祖传独家的酱料史的秘密啊。准备，啊，这个难开一点的，一，开！这致命英雄鬼！你的二头肌还真结实啊。